山，高山有名。你那经常也，假如是不是经常也爬山的？爬树呢，高处经常走，习惯。啊。这爱孩子。上来爬了几个小时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坐索道上还是爬上的？坐索道，我是和旅游团，就是我一个人跑的，他们的我们一般都上来上。这首歌特别要送给80后、90后、70后、60后。